Hello， 大家好，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京东秒杀新时刻立式品牌的直播间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怡大王。非常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现场的粉丝能够来到现场。然后当然呢，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初次见面，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当然了，请现场所有亲爱的小可爱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们手机调至静音或震动状态，因为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我们会见到一位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据说有他出现的地方，连空气都是甜的，对吧？我确实看了他的剧之后，我深有体会，老脸通红。然后呢，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的正式开始之前，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京东秒杀新时刻立式品牌直播间会给大家有非常多精彩的福利，正在等待着我们所有线上的粉丝们，大家一定要这个时候给大家敲敲黑板，你们拿出小本本赶紧记下来了，有哪些在一边可以欣赏到你们非常喜爱的明星的同时，又可以拿到最多最丰富最好的福利呢？首先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我们的三轮抽奖福利，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立式柔亮洗发水和黄金波波护发凝露，还有我们的露丝亲笔签名的珍藏明信片，太想要了。但是名额和机会都是有限的，大家只需要多多的积极参与，紧跟着我们的脚步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同时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步是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同时我们右下角有一个爱心的小按钮，大家记得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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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点赞。据说啊，点赞越多福利越大，这个真的不是诓你们的，点赞超过100万绝对就会有重磅福利在等待着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小手指 biu biu biu， 千万千万不要停。那同样呢，今天我们立式直播间还有我们的部分商品满减的券，149元减100的实券，大家也有机会可以获得，千万不要走开了。那前面我有说，有他在的地方，连空气都是香的。现在大家跟着我一起来闻一下，对吧？谢谢你们，我是真的觉得，所以今天大家知道了，他已经来了，让我们一起欢迎立式品牌大使，让我们欢迎赵露思，欢迎。欢迎露丝，先跟我们现场的粉丝以及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粉丝们先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露丝。Hello， 大家好，我是立式品牌大使露丝，立式。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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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像大家说的，好甜，真的，我是第一回见到露丝本人。然后，脸有点红。首先真的非常感谢露丝，可以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行程非常忙，然后可以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我们的立式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然后呢，希望呢你今天可以就是开开心心，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你就当做像来玩一样的，我们聊聊好玩的呀，也可以聊聊好吃的，开开心心做做小游戏，完成顺便完成今天的工作，好吧？好的。OK， 好。首先呢，我们是这个就从你最近说起吧，因为在上周，有一部真的是，我前面在下面我就说看了就是老脸通红的剧，然后大家都看了吧？都看了没有？对，我本人非常爱看啊，我喜欢你这部剧，然后是刚刚完成了大结局，而且呢这一部剧啊叫做人家说是高甜，从有的人就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是从多少集之后开始发糖的，我觉得吧他从第一集就开始甜了，就不太适合这个单身人群观看。然后呢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看了没事会三高，你知道吧？就是这么危险？开玩笑，就是太甜了，真的是太甜了。我觉得是从第一集甜到了最后一集，就非常非常的很有意思。然后这部戏，也是熬夜追完了。然后想问问露丝，因为这一部戏是你在里面扮演的是最美女厨娘，而且是大厨啊，绝对是，你想整个紫金饭店没有人的食物食材啊入得了陆桂毛的法眼，只有你的。
以及耳光、长发，还有很多后面的其他的食物，对吧？那么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这些食材在你面前，有没有很诱惑？哎，其实啊，首先还是特别感谢大家对我喜欢你的认可，谢谢哥哥的喜欢。但是呢，我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食材，就是还没有开始做，都只是一些什么红葱头的头，红葱头们，然后萝卜们，红酒。然后就是食材，生的食材。对，我没有看到就是做好的。哦。对，然后呢？但是，申哥吃的都是做好的。哎，那你有没有很羡慕他？确实是很羡慕，但还好，就是我吃食材我都胖成了那样。我要是吃那菜我就完了。这个我一定要就是。因为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到露丝，然后就可能以前会有人说啊露丝怎么，但我今天见到之后，他就站在我的身边，果然120，不是，没想到，然后往掉，露丝这个腿，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细了，哇，真的，大家说是不是很瘦？真的，我觉得，而且本人也很仙，当然非常符合你说的端庄啊，对，没错，对，端庄小公举，我觉得很好。然后，因为你的这些都是高甜的剧嘛，嗯，据说最近也是在重新继续进组，拍了一部新的，好像也是很甜的剧，叫做《国子监来了一个女弟子》，对，这部戏，哎，在这个不剧透的情况下，在这个边缘。哦，边缘。哎，给我们说一说，有什么能够透露一下的？其实是一部对我来说现在难度很大的一个剧，因为是可能比大家意识中的陈芊芊可能要更加飒一点，对，因为她的武戏很多，所以对我自己的就是挑战也挺大的。对，这个也是我之前有看你其他采访的时候，你有说过这一点。嗯，然后其实，相信这一部剧大家也非常期待。然后包括你已经拍完了，还有其他还没有播出的剧。嗯，对，比如《长歌行》啊，对吧？长歌行，对，然后还有其他的，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敬请期待就好了。然后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你之前我有看到一个小视频，就是说因为像你现在在组里面演这个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桑琪，然后你的这个发饰是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头发，对因为我自己头发就是头发稍微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就是编的头发都是用我自己的，所以每天脑门都被扯得很紧啊，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但是发量王者名不虚传，真的非常羡慕你。然后我前面想说，就是因为每天做演员真的很辛苦的，大家就像露丝前面说的，就因为会有卡子嘛，要一直把这个给吊在这儿，可能到了晚上回酒店卸妆之后，这应该会有印子吧。对，因为就是挺疼的，对，肯定是很对，绷着脑都疼，对，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容易脱发，但是还是这样就很厉害了。那么所以呢，回到酒店之后，每天洗头就成了一件很辛苦但又很重要的事情，对的，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不爱洗头，因为很长，对吧？很就洗头会很累。对，我经常会洗这些，因为我肩周炎就很恼火，所以我每次洗了之后就洗一会儿，然后再洗，对，这样洗得干净一点。哎，是的，但是啊，每天这样的状态到现在还是闪耀秀发，所以这跟是不是每天晚上有？对，护发很重要。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对，为什么正好来到这里？哎，对，今天就是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粉丝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护发的小技巧。好啊！太会了！好啊！太会了！陆珠们也很会。然后，所以每天其实用这个力士发水和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粹精油都是可以保护好你的这个秀发，对吧？对。然后呢，既然是这样，是我们的这个力士品牌，因为我一直和力士品牌合作，然后力士品牌呢会选择露丝作为品牌大使形象呢，其实我觉得是在理念上，因为力士品牌是坚信闪耀和美丽是女性 shining 是女性的一个态度，所以说漂亮的女生一定是美貌与智慧是并存的，当然就是你不要和不要
不要那个，对。但是我知道你好像不太喜欢土味情话，是吧？土味情话，就是我能够 get 到点，但是我大家一下很突兀的喊起来，你会觉得，天南地北，不要再说了，求求再也别说了，好吗？我要哭了。大家记住了，这个说不了卡。大家记住了啊，对。然后呢，是这个就像我们的露丝一样嘛，和我们的历史品牌理念非常的契合，所以才会有我们这样的合作。然后其实就像你的微博下面非常多的露珠都会给你留言，说要好好的工作，就要好好的休息，要多注意身体，要照顾好自己。那真的是露珠们为露丝是操碎了心，大家都，但是呢，既然今天来到现场，哎，我们是不是要给现场的粉丝以及我们线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粉丝，先送你们福利怎么样？好呀，好不好？好呀。你都不知道什么福利，就先答应了。万一我刨了个坑，那没关系，反正送东西，不要白不要，必须好。哦，你似乎已经知道了套路，是吧？对。那可能今天就要让你感受一下社会的那什么险恶啊，就是来分一下来。不是，确实是有送的很多的环节，但是这一趴先不送，这，但是比送产品给大家更棒的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对，那就是这部高甜的剧《我喜欢你》，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同名的主题曲，来自一位小仙女的演唱。我觉得这个环节就是故意来刁难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词我真的记不住。没关系，我们贴心的品牌方帮你准备了。那我们一起合唱。我也没记住，对，我们一起记不住，但是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好。关键时刻，你看。哎呀，没关系啊，这首歌呢，反正其实露丝之前也在微博上面有发过，那个时候你穿了一身天蓝色的很好看的衣服，对不对？对。我们 Kibo 老师是已经给伴奏了吗？啊 ，Sorry， 那我们接下来把舞台这个小小的展示环节交给露丝，好不好？来，三，我一定不能抢拍。啊，中途了啊。酸酸的，闭上眼睛，心却甜甜的。我怀疑，确定，真的，我喜欢你。偏偏在这时刻，嘴角沾满了奶沫，你傻傻看着我，眼里充满了困惑。是你，是你，是你，我软弱我的脸在发热，抵过你的指尖，眼神不由自主的闪躲。No。好棒，真的好棒！我觉得你那个微博可以重发一个，就唱的比那一遍好太多了。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有词嘛。这个就除非我看不着。对，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跟我在看电视剧听到的原唱一毛一样，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实力 vocal。实力唱将，绝对的。而且我有前面有听到你有把这个词儿有改一下，它原本是 warning， 对，现在改成了 shining。哎，这为什么会想把 warning 改成了 shining 呢？因为就是我们的历史品牌理念 ，shining 要做一个发光的少女。哇哇哇，三丫了！Rap star 很有前途，很可以哦，没有问题。而且这一次呢，也是对吧？正好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的露珠们，哎，又有近距离的见面了，有没有想跟他们说的？就是这么老远，你们都来了，感人。不远，我来的不远。你说这话我怎么接？反正就是很感动。第一次在横店见到这么多粉丝，然后呢，希望大家那个回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对，少熬夜啊、哦，咱不能一边护着发一边秃着头，好吧？好哦谢谢贴心的露丝，前面你那段话让我一瞬间有种哎下班了的感觉。哦，这么快吗？对，结束了，感觉我们今天要不就这样就愉快的下班了，好不好？好，晚安。晚安了大家。
不行不行啊，那来到现场一定要给大家给足福利，对不对？对。然后前面就像露珠妹也说的，说护最好的发，你也说了这个，对不对？熬最晚的夜，护最好的发。对的，是的，用力士我们的洗发水对，和这个精粹 shining 就可以 shining 没错的。那这个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福利了，我们说好会有三轮抽奖福利，然后同时呢点赞满100万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送出超级大奖，是不是有点热？谢谢。然后同样呢，我们今天还会有满149元钱100的部分商品呢，可以用的满额的一个优惠的神券，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就可以获取到，而且今天还有非常多轮抽奖啦，对吧？然后正好呢，我们今天呢说到我喜欢你，因为之前是虽然刚刚大结局，但是还是在热度上的，想问问大家有很多的问题，正好想今天问一问露丝，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我喜欢你一上线，很多粉丝都讨论说，我喜欢你是不是有个别名叫赵露丝的衣橱？对。在这里面你也太会穿了吧？但还是因为我们造型老师搭得好。造型老师搭得好，人家说那句话叫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主要是露丝本人，你知道吧 ？shining 的，所以那造型老师才有的这个发挥的这个余地，对不对？而且你说，厨师服也不是谁穿都穿得好看的，对吧？你在里面这个厨师服这么好看，包括这么多私服，那些衣服是私服吗？那些不是私服。对，有一些是，对，但大多数都是服装老师搭。但你肯定也很会搭配。对，因为平时比较喜欢。对。那有没有什么正好借今天的机会，给大家推荐，比如说什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入秋了，有没有什么季节穿搭小技巧教给大家一下呗？我觉得我的粉丝都蛮会穿的，对。然后，哎，今天是一个就是互相吹捧的一个环节。好。粉随正主。对，很爱拍马屁。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2、4、8月乱穿衣，哎，现在不是8月了，现在已经十月了，但是还是一个乱穿衣的一个季节嘛，因为就是早晚会凉，但是中午跟下午就会有点热，所以就是很适合穿两件套，对，比如说，卫衣搭衬衣。毛衣搭衬衣，所以就比较适合做这种两件套，就是早晚可以添衣，然后中午可以脱掉。对对。所以大家应该有没有 get 到我们的露丝的这个搭配小技巧？所以就是要尽可能的两件套，多穿一件，对吧？多穿一件越好看。没错。所以是不是要是再往冷了过3件更好看，4件更好看？还是按照自己的体型，就是适量的穿吧。你像我就不敢多穿了，穿多了就显胖，显胖就120斤，对不对？不会。那前面有说到你的这个就是厨师的这个造型很好看嘛，然后我觉得那部剧也非常好，就是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我觉得这个剧非常完整。它的第一集里面，在爷爷的餐厅盘头发的，然后很帅的那个在炒那个锡纸花甲，很帅，用一个勺子咻一插，然后到最后一集也是陆桂芒拿出了这个勺子，对吧？对。然后这个盘头发这个呀，对吧？你会吗？自己？那就是我自己盘的。对，其实在现场挺难拍的，因为它确实是我自己就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它拧了之后呢，把它这样穿过去，扎过去。反正就是站起来真的很帅，看起来而且很好看。对，但是挺难的。肯定。对，而且会插断很多头发。对，很疼，但是挺好看的。大家觉得，大家觉得拍的挺好的，其实就 OK 了。对，是的。那么，不是所有人的头发都可以盘起来盘这么好看的。是，它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嘞？是头发。对。没错，头发怎么可以让头发更加的好呢？就是。谁说的？你看咱家粉丝可太机智了，多上道啊，太给力了，对不对？哎呦谢谢工作人员。对，没错了，太棒，我帮你拿到时候了，来了。到时候了。首先呢，但是确实是这个不跟大家开玩笑，因为经常有 follow 我的都会知道，其实我已经推荐过
我们家洗发水很多次了，而且经常是我洗完之后直接给大家拍的视频，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不仅是补水很重要，因为如果补水如果头发没有来得及补水的话，在冬天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枯燥，然后受损，然后就是毛鳞片啊，就看爱染头发的姐妹们集美们，对你们爱染头发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个补水然后一个修护。对，然后这一款玻尿酸的洗发水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大白瓶非常非常适合，第一就是它真的好大这可以用好久，第二呢就是它真的可以用完之后让你的头发立刻的就是立挺起来，因为很多我看最近很多就是很多人在垫发根哦，因为会头发很塌，对会塌，因为头发塌了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颅顶，就是颅顶，对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特别扁的话就会显得脸大，那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确实那个确实挺扁的，没有但你脸小对但你脸小嗯，但是呢用完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没有提醒了一下我发型可能有点乱啊，好不乱啊，好打断了我，就是这用完这个洗发水之后呢，大家头发就会立马的立挺起来，对这个是比较我觉得很特别而且是立竿见影，对是的，露丝我们可以稍稍往前站一点，哎好嘞，因为要是往后后面会有黑影啊，好就不够完美不够好看，好好对，然后陈妈要不要我帮你拿，还好还好那你 OK， 然后前面正好不能很快把这一段说完啊，就在露丝在说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其实这一款我是因为是立式的，然后这一款其实明星产品主打产品我用了很久，然后我是自己在用这个的，包括我家里人也在跟我抢着用，正好用完了我来今天我妈还跟我说哎那个双十一到了，对立式这个你不买一点啊，然后一听哦立式要叫你去做活动了，哎呦好搞几瓶回来啊，有了对吧，为什么这一瓶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富含23万亿玻尿酸分子，千倍补水，就跟你说的一样，补水锁水都很重要，没错对，而且加上独家的玻尿酸成膜锁水，锁住水分不流失，而且含有鎏金珍粹提升30%的光泽度，还有19种氨基酸，19种，还有再搭配上胶原蛋白成分，让滋养的效果成倍的增加，那洗完它会散发出非常自然健康的香味，就可以走到哪里都像露丝一样 shiny shiny，对，大家想要 get 我们的露丝的同款，赶紧点击我们的左下方我们的产品链接里面，赶紧下单就可以和露丝一样拥有美美的头发啦！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来说一说下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哦。下一个问题，我们请移步至这边。哎，哎，怎么还要过来？没事，说明那边肯定一会儿有惊喜嘛，对不对？可以再过来，再过来。OK。然后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说网上都说你是语言小天才，哦对吧，还行吧其实，哎呀不要太气了啦，真的没有太真的，对真的没有太天才，超主要还是努力了，快笑，主要是到是确实，哎呀一下子到晚上了确实有点放飞了，不好意思啊，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大家最喜欢看到露丝就是做自己的这一面，其实大家最爱看的，是是，然后我有超话里看到说露丝嘛，我就方言大师10级罢了，满级就是10级了。然后那今天正好呢，哎，要来验一验这个成色。今天你不会量一下我有多重吧？不是吧？不会，不要紧张，不要，谁要是这样，我就把他请出去啊！好吧，我们这样说到跟语言有关，所以这一轮肯定是跟这个词儿有关的。首先，我非常佩服露丝，因为就是我觉得你的台词真的说得非常好，然后而且比如说我喜欢你里面第一集正好坐在陆龟毛的那个车上，你在恶搞他的那个超跑的时候，是，哎呀当他出现的时候你突然飙出了一段韩语，塑料韩语啊，没有，在对于我们这种来说我觉得已经是哇太强，当时我就看铁棒厉害，那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重现一下当时的名场面，可以啊，可以吗，对，要我帮你接一句好不好，好哇哇哦，没有我就记得他的那个台词嘛，是吧，说无畏，你为什么会在我的车上，我们见过
喂喂哦，什么门那给你哦，你叫他躺心过哟，안녕하세요，嗯，你看我不不우리가늘부부우리아이들부부와그다라你听过这个吗？我真的没听过这个。没有，我以为我们还在走这个，这个里面。对，我是想走的，但是我忘了。没关系，我刚在想我要怎么救上来。没关系，其实呢，这一段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忆了一下这个，哎，我喜欢你的经典的这个桥段，对吧？然后那既然作为方言大师，光说韩语肯定是难以辅助，对吧？比如说我们还有一句话是这个非常，你看一下词儿在这儿，我现在给你读一下中文啊，不就是普通话。层层水润秀发水感光泽，喜欢你就拨拨你。哎，那么问就来了，露丝，接下来叫你说肯定就不是说普通话了，说露丝大家都知道是，对，那个叫成都话还是成都话？这个没有难度啊，这是我自己家乡话。好，请。层层水润，秀发水感光泽，喜欢你就波波你。要得！哦哟，这个要得哦。厉害！哦，键盘老师满分。但是我不是四川人，然后我是上海人。哇！那我就不会。哎，哇，真的好厉害，真的标准。我就说三个在怎么样？没事的，还好。没事的，我们这样吧，我们来一个相互教学局，好不好？好呀。就是，好呀，教我说一下这个四川话这一句，好吧？行啊。我学习。就刚刚那一句，对。来，词儿。层层水润。层层水润，哎，可以，太好。秀发水感光泽，秀发水感光泽，水感光泽，喜欢你就拨拨你，喜欢你就拨拨你，喜欢你就啵儿啵儿，好难啊，喜欢你就啵啵儿啵儿。奔波吧吧波，能及格吗？我这个可以，可以95分，满分是1000分是吗？满分就是96分。哎呀，谢谢。我们那上海话要不要？好呀，试一试，好吧？好呀。上海话，上海话可能它翻过来，它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的抠了。对，它就是，得丝，清爽。哎呦。你怕不是上海人吧？这太厉害了！下一句啊，下一句，这句真的好，要一下子让我都忘记下一句用上海话应该怎么说的了。斗丝清爽哦，桑凉，哎，可以的，最后一句啊，喜欢你就波波你啊，呼吸侬就亲亲侬。呼吸呢就亲亲呢。哇，太强了。为什么要给我配这个音乐？王者，这音乐让我有点难以克制自己。王者，我感动啊！现在这个绝对是王者的，真的啊。真的吗？我是一个就是对语言我觉得就是我还比较讲究的人，但是露丝你说的真的太好了，我之前没有学过。我其实因为我很喜欢上海。对，能吃别的吧？真白的吧？吃了，真的不要。那谁过去了？什么？那个困高了。啊，困高了。困高了。哎，零了，厉害的。对，就是很棒啊，太棒了，而且，就像啊，我觉得露丝你的这个，你的手是租来的吗？露丝的这个语言。天赋这个技能点完全就是点满，就像我们的历史大白瓶一样，它在补水和锁水技能方面也是点满，所以哎，你们就非常的默契，非常配合，大家一配合都是活力满满，对的。然后所以怎么样，是不是自从感觉有了这个
立式大白瓶系列中，洗头频次会不会增加？会，因为它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能够迅速起泡的洗发水、所以就立式这个大白瓶给我的就是洗后感就非常非常的好。第一是洗完之后头发会非常的顺滑，第二就是你洗完头之后就感觉这个头的发根像是吹过的，然后第三就是呢我觉得起泡速度非常快，我平时打了发胶什么的，清洗就是清洁度非常的好，所以我会因为要就是之前嘛，可能一年洗个一次，现在大概一个月洗个两次，对，挺好的，已经进步了。嗯，是，而且就是就像你前面说到的，立式大白瓶呢，它是这个不仅是补水，还是锁水，对吧？对。而且还有氨基酸这样的温和的成分，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使用，嗯，对吧？然后。露丝应该就是知道这个头发的很多问题啊，对，就跟脸的肌肤一样呢，就会来源于就是最表层，最里层，对，其实头发的问题，头发的问题，如果就是头发有问题，还是会源自于头皮的问题，对，会源自于头皮，所以说保护一个头皮，让你的头皮有一个健康的头皮，就显得尤为重要，是的，对吧？对的。正好在说到我们保护头皮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下露丝，这个是我开头没有问的，就是露丝，如果说我们有聊得太嗨了，有一丢丢超时，要紧吗？聊得太嗨了，不要紧，主要是粉丝都来了，你们要不在的话，我就困了。但是你们在，我现在很嗨呀。根本不像我明天五点要开工的样子。哎呀呀，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不能耽误露丝太久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没事，加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深层清洁，所以立式大白瓶两瓶就可以搞定了，不？对，那个也太快了。好，大家再见。福利还没有送完呢，要买哦，拜拜。好。对，所以说，对吧？有一个就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如何闭合这个毛鳞片，让这个脏污不易附着。嗯，这样干燥啊、毛躁的这个头发就可以跟我们说拜拜。对，对吧？嗯，所以说它的重中之重的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嘞？我说不算数。嗯，因为我肯定是在这种专业方面，必须听专家的，你知道吧？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直播活动，我们专门请到了联合利华实验室的一位科学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玻尿酸锁水补水的原理。好，让我们欢迎大家，欢迎。这边我们一起请露丝来，我们请布置这边。对，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们要趁我重要。不会。老师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吧。好的，Hello，大家好，我是联合利华洗护发实验室的科学家华静。欢迎华老师，欢迎。那华老师今天这个。放心，露丝不是不上秤啊，这个谁上秤，我跟你说出去啊。那我们这是怎么说？这个我们先来玩哪个？我来给大家展示三个小实验，来证明我们立式洗发水强大的补水功效。好，没问题，来，那先从哪个来？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露丝，然后站在中间，好好。好的，好严格哦，好严格。科学就是严谨的，你知道吧？严谨的才能那个。没事，那我也要蹲下。好，那我们面前呢，现在是有两杯水溶液，然后都是两个澄清透明的水溶液，然后但实际上呢，只有这一杯是水。然后所以这个你猜猜是什么？我猜，我不敢猜呀。这边呢，其实是我们具有一定浓度的玻尿酸的水溶液。啊，我就知道。玻尿酸，对，因为玻尿酸的特殊的一个分子结构呢，所以它可以手拉手的致密的形成一个网状的结构，牢牢的锁住水分子，对，手拉手的分子之间手拉手会，然后呢，当我们翻转杯子的时候呢，水会轻轻的倒出啊，那当然，那请露丝帮我们翻转一下这个杯子行吗？翻转一下，哎，哇，对，哎，神奇，好神奇啊，它都不会。它为什么不下来？因为这里面呢，其实是玻尿酸水分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紧密锁水的特性。而且但是它这边露丝前面这样清洁，它有一点点过来，可能吧？我可以摸吗？可以呀。然后我们特别的将，好厉害。对，我们特别的将这种玻尿酸的水分子呢，添加到我们的立式的玻尿酸大白瓶中，然后这样呢，也能帮助我们的头发锁住水分。然后保持头发的柔顺和亮泽。哇，厉害！好玩吗，露丝？
还不错。不是，这时候就要见证一下他们俩是不是一伙的。我试一试啊。那你试一下。哎，真的是不到哦。哎，真的，真的，挺厉害的。所以这个是玻尿酸有什么？就是它能够紧密的锁住我们的水分子。锁水。哦，厉害厉害厉害。来了来了，陆三，我们玩下一个好不好？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还有第二个玩具可以玩。来，对，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个实验。那面前呢是一个天平，然后以及两个烧杯。我们事先呢在这里面泡上了两个吸水的海绵。我有问题，这个天平为什么一来就不太准？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站在了这边。对，他向你倾斜了一下下。对不起，说好不说那个土味情话的。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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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是谁上的这个？没有把它放正，对吧？应该这样。没事没事，您继续，您继续。好的，那你记住它这个里面是什么了吗？海绵。对，吸水海绵。好像说叫什么魔芋？洁面魔芋。洁面魔芋。洁面魔芋。那是什么东西？洁面魔，这个词。洁面魔芋。那是洗脸的，对不对？对，是的。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吃的那种关东煮的那个魔芋丝，我说头一回见这么大的。还是这个颜色。还是这个颜色。对啊。然后呢，那我们就来继续这个实验哦。好的，好的。然后这呢，这一杯呢是一个水溶液，然后这一杯呢其实是一个玻尿酸的溶液。我们已经事先将它浸淫在这里面，充分的吸满了水。然后我们来稍等一下，我找一下它的线。好，我们来把这两个，哇，是爱心的，对，是给你的小爱心。啊，天哪，你们，哎呀。然后我们来把，这两个吸水魔芋拿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呢是放在水溶液的这个魔芋呢，它在一直的流水，不停的流水。那右侧的呢，这个是浸在玻尿酸水溶液的这个魔芋，它强牢牢的锁住了水分。然后我们可以请露丝小姐姐把它放到那个天平上去吗？对，放在这儿。对，就放到上去就好。哎呦，我好重啊！哦。这边是吸满了我们玻尿酸水溶液的魔芋哦，然后可以看到它能够吸了超多的一个补水液，说明了我们玻尿酸的一个千倍的补水液。因为玻尿酸分子呢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的1000倍的水分子。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黄老，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玩那个了？对，我们是要玩、这个、OK， 我来换个位置。哇，这又是什么？这个来证明一下。不用不用，我们把这个换过去就好了。这个换到那边的位置，好吧，我放。好的，来，我帮你拿。哇，谢谢。哦，这个为什么不是爱心形状的嘞？这个是为了便于区分。这个给你了就。哦，谢谢谢谢。那我们先打开。嗯。哇，这是一个，对，就是面前的。真脸的。对。是一个加湿器，哎呦，需要需要，现在太需要了，谢谢谢谢。大晚上的还要工作，快点给我补一下水。好的，那我们面前呢是一个加湿器，还有一块海绵。同样呢，这边呢是用我们清水浸过的一个海绵，这边呢是用我们玻尿酸水溶液浸过的海绵。然后呢，现在麻烦露西小姐姐上来把这个放到。用我们玻尿酸水溶液浸过的海绵放到这个上面去，对。然后呢，这个是用清水浸过的，然后我给它放到这里。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哎。会有一个。哎，它还在冒烟。还在冒烟。它为什么不冒烟了？因为呢，因为它泡过玻尿酸。是的，哇，刚刚几只呀？我在看你玩这个，我以为你也没有听讲。我当然听了呀。对，太厉害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玻尿酸的水溶液呢，能够在海绵的表面呢形成一个薄膜，然后阻挡水分的流失。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当我们的头发用了立式的玻尿酸大白瓶之后呢，相当于是在发丝表面形成了一层水光膜，然后从而能够强力的锁住水分。哦，谢谢谢谢谢谢，非常谢谢黄老师。我前面一直看你玩，就我以为我刚想问你，我说是不是咱们俩都没有听见人家科学家在说什么？认真在。结果发现只有我是唯一开小差的那个学生。对呀、啊。谢谢黄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您，今天就到休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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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这个说明玻尿酸真的很厉害啊。对，对吧？对。而且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属于这个形态，算是，哎呀，忘记问老师了，这个算什么形态？固态吗？液态，是吧？好 ，OK， 不重要，我们回头大家记得，告诉我们答案，好不好？大家可以在露丝的微博和超话里面告诉我们，对吧？好哦。这个是什么？好好形态，对不对？好，来，露丝，我们先这边请。好。好，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抽我们的抽奖的时刻到了。哇！哦，终于抽了。这个时刻已经等了好久了。好久好久。那我们下次改，上来就先抽。好呀。好吧。好呀。对对对，这次呢，大家可以先。弹幕刷起来，告诉大家刷弹幕，我们弹幕截屏进行抽奖。弹幕刷的是水光柔亮力士大白瓶，水光柔亮力士大白瓶九个字。然后我们会送给大家的是，送给大家赶紧弹幕就刷这九个字啊，送给大家的是我们的，哎，送给大家的是我们的力士大白瓶。以及什么呢？好像据说还有露丝的亲笔签名明信片，真的吗？有线下有吗？有啊，哦，有，待会儿给你们签，啊，有机会，机会，机会，好，那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现在线上的小伙伴有福了，赶紧弹幕刷起来。那线下的也有办法，赶紧拿出手机，万一就抽中你了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颜值可能会低那么一点点。懂吧？啊，水光柔亮力士大白瓶刷起来了吗 ？OK， 好，那露丝您来喊三二一，停，他工作人员来接，好不好？好哦，三、二、一，咔嚓，好，我来看一看。好，我们来坑一坑，先看一看有没有答对啊，都答对了 ，OK。一二三四五，正好五位。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这五位的 ID。让我们恭喜。走心阳台，花海风车，飞火流星二三三，喜欢就好，二幺八五，还有一个什么？DCY118。118VWV， 恭喜恭喜上三位啊，三位对不起，五位，恭喜，谢谢你，谢谢哇！而且一直忘记说一件事情了，可能看到露丝太激动，就是露丝不仅是就是你前面就那个这个头发真的是香香的，真的是对的，是的。然后而且就是说露丝我一直说她台词好，不仅台词好，真的台词好，而且就是她的这个说话声音声线也很甜，对吧？她忙着拍照呢，没有人搭理我了，睡着了，其实已经都然后前面你有在线分享你的这个护发的这个经验，其实一开始我们前半趴大部分说到的都是这个大白瓶，是，所以我们前面抽的也是大白瓶，对吧？这次我们带来了一款特别的更棒的产品，对，对吧？因为前面说洗头只是第一步，护发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这个太重要了。哦，来了，哎，你怎么跳过露丝给我了？姐姐把这个给你，姐姐把这个给你。谢谢，谢谢。好，我们可以站回来吗？稍等，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那边还在小小布置一下。今天啊，这一款，对，这个说到护发，就不得不推荐一个护发的神器，就是这款护发精油，不对，护发精华。对，也可以叫它精油，没有错的。对，但它完全不油，所以我都叫不出这个油。关键就是amazing。知道吗？就是很奇妙，就是，哎呀，我必须得给你们示范一下。哎，其实这个今天来的产品，其实我真的已经推荐过很多很多次了。如果是不是？我的经纪人帮我记下这批粉丝，下一次还要他们过来。对，因为它完全不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叫它护发精油，它真的是个精华。对，这个就是力士的黄金波波凝露，它是个凝露的质地，就搓一搓就会变成像水一样，然后涂在头发上立即恢复柔顺。就是你如果现在就是它叫也算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哇，这个音给我配的我现在都感觉好奇妙，就是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拿来就是急救的时候用的，就是在你特别特别紧急的时候，特别特别紧急的时候你发了。
现你必须要出门了，但你发现我头发怎么办怎么办，要见男神，可是我现在很毛躁，我就挤一点这个力士的这个黄金波波，挤一点，然后涂在碎发上，好柔顺，一下子就温柔端庄了。哇，我跟你说真的，我不要浪费，不是，就冲你的刚才的这一段，真的绝对是未来可期，我和你们说，未来就大红大紫，真的太厉害了。然后我们是肯定没有就是不够好，我们要给现场的粉丝我们抽一位，让他上来体验一下好不好？好，要不然现场顺便把这个大白瓶去洗个头，好不好？开玩笑。我们今天是有1号到21号的数字，可以任选一个你喜欢的数字。我选一个二。哦，二号是哪位？哇！恭喜这位现场最幸运的我们的这一位露珠来到我们台上，有请。你好，之前有用过吗？有，买了。你买了是吧？买了。好害怕呀，好紧张。买了，上来人，先说买了。这一个呢是这样的，你看上面本来写的是，主持人帮粉丝在秀发上涂抹护发凝露，这个不太合适。我来，你这可以涂吗？可以。帮你，我们来看一下。不洗头了，回去看，大家看到了吗？里面那个黄黄的，一颗一颗的那个就是波，对，玛努拉精粹，非常的好。那我们涂在发尖上，好不好？好的，没事。哇，好香啊！好香吧？有点味道。痛不痛？你们酸吗？没事。柠檬吗？来，排队，一个下来。排队，不要着急。这位粉丝，今天将是你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一定会相信你回家肯定不会洗头了。对，不舍得洗，你得洗头了，还是得洗，宝贝儿得洗。好，非常谢谢这位粉丝，谢谢你，谢谢你，乔布斯，谢谢，请您休息一下，谢谢。好，安娜露丝，这个怎么把它给转回去啊？我比如说用完了怎么转回去？就把它，哎呦，拧一下。那这个设计也非常厉害，这样就可以在包里就是防洒掉，它旋转式的这个头，对吧？它不像是那种盖儿的，会比较麻烦。对，而且容易盖儿的容易丢。对，好，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这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炸毛的这个问题了，是，对吧？就像你前面说了。产品的成分非常好，不仅有这个烟酰胺，还有这个玛努拉精粹，对的，而且精油爆珠非常非常好闻，就你现在手上我都能闻到这个，好闻啊！怎么了就？不是上头了，突然。就是，而且这个香很高级，它不会很甜腻，也不会很刺鼻的那种香，非常的令人舒适。对，这个度就非常的好，是。所以这个大家想要 get 它的同款，赶紧在我们的左下角的我们的这个购物袋里面，通通赶紧把它们买回家。而且我觉得，正好这个时候趁着双十一的时候，你可以囤一波货嘛，对吧？而且可以送送闺蜜啊，送送同学，送送这个同事啊，送送领导啊，等等。关键送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看，这我们家露丝代言的。没用，对吧？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啊！对，那这款精油肯定是满足了露丝所有的这个护发精油的全部的这个需求。对，那我们接下来再玩个小游戏，好不好？好，可以吧？玩一个小游戏，就绝对不能让我有困意，绝对不能让我困。那我们尽量快一点。哎，我们的小游戏来，小游戏哦，来了，谢谢。太难了，这个。哦，这是。为什么每次都让我猜这个？明明知道我不会猜。这个我试了一下，反正我是不会，所以我可能帮不了你。这个是 emoji 的表情，你平时用吗？对，你应该。因为我很喜欢肌肉嘛。所以它两个表情就是代表两个字，三个表情代表三个字。我们来猜一下，请问第一个是什么表情？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踊跃的告诉我们，和我们一起玩。肌肉是吧？嗯。狮子，对不对？哦，这狮子呀。这个啊。哦。力士。对呀，力士。但是我第一回我是真没猜出来。
我也猜不着。我就说什么肌肉狮子，我说。下一题，粉丝智慧太高了。下一题来了，四个字，所以这个是。这个很简单。嗯。黄金。哎呦，黄金波波。是的，来下一题。这个是什么？男孩子女孩子，安心安心。我喜欢你是吗？是吗？哦，回答正确，厉害厉害。对，当然玩游戏嘛，开心最重要了，对不对？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轮好玩的一个小游戏的环节。好啊，有请自己步骤的操作台。那么平时喝奶茶吗？没有。帅。就我不应该问这个，我应该说一周一般喝几次。一天喝几次啊？这样吧，喝奶茶一般糖分多少？哦，三分。这么健康？三分还健康？三分很健康了，像我一般都是全糖。你不长胖呀？生活很累，然后包括做演员很辛苦，其实偶尔可以全糖一下。对，甜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么多的配料就在面前了，这是红茶、牛奶，这个是咖啡波波，这个是优格波波，那个是草莓波波。然后，真的是露丝今天先要现场亲手调配，给我们现场。你们想喝吗？只有一杯啊。对啊，为什么只有一杯？我也想问。就是为什么只有一杯？那露丝先调配吧，好不好？好，根据你的喜好，对你想要怎么调都可以。根据我的喜好的话。是的。就是纸巾，谢谢。就一张呀？哦，两哦，谢谢。好，牛奶。嗯，小心小心，这儿有点湿，袖子别擦到了。好、哦，这是咖啡波波。你平时喜欢吃波波吗？我喜欢吃波波。那这些可以都就是 all in 进去。就这勺吧，我不咬到明天早上五点开工的，我都就对不起。这勺我就得一个一个选。没关系，其实差不多可以了。好，这样。好。这个有点复杂，嘿，哦，哎呦，厉害了，会，哦，我知道了，露丝，你这样就可以做两杯，就可以现场可以多一个名额可以喝到，哇，三杯，哇，厉害，好。谢谢露丝，真的太棒了，那擦擦手。那接下来就到了现场要给大家喝奶茶了。哎，露丝真的请大家喝奶茶的这个环节了，一样抽幸运数字。你现在本来就一个名额，露丝给你们三个名额。来，二十号。哎呦，二十号，恭喜二十号，第一位还有吗？稍等一下啊，四次来，还有一位，一来，恭喜三位，那恭喜三位，我们接下来会有工作人员把这三杯送到你们的手中，好不好？然后三杯，你们三位每个人喝哪杯，大家自行分配一下，少喝点，里面有茶。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喝多了你们就得看着我出工了。来，露丝中间，这样得睡觉啊，得睡觉。对，大家一定得睡觉，这个头发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到第二波我们的这个，没事，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我们的这个福利时刻了，弹幕抽奖的环节。大家在评论区为露丝刚才制作的这杯波波奶茶起上一个有关波波相关的名字，因为我们刚才还没起名字，对吧？打在评论区弹幕上，我们截取五位幸运儿送出我们的黄金波波洗护发凝露一瓶以及露丝亲笔签名明信片。哇哦，又是五位，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起名字了。露丝前面其实也没有起名字，对不对？这个这么难的问题，要不就交给粉丝，对，交给粉丝，好吧？对，哎，这么多粉丝们，他们一定可以，没问题的，交给他们，没毛病啊。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工作人员现场准备好了吗？他们刷起来了吗？已经
刷下各种名字是吧？好，那同时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找我们的中奖之后，找到我们的这个力士闪耀秀发的官方微博，私信他就可以啊兑换你的奖品。没有中奖，大家千万不要灰心，我们点赞量超过100万的时候，还会有一波大奖在等待着大家。同样，我们今天活动区还有满149元减100的我们的满额神券，大家赶紧下单 get 露丝同款护发神线。来，露丝，请喊停。停停，来，找了一个节奏，发现它没有节奏。谢谢。奶茶波波，好多露露子波波，对，我们来恭喜他们来宾。恭喜露珠小布，恭喜你啊！恭喜炙热的伤口，恭喜。GD15263IEY， 大家能不能取个名儿？稍微还有，拼过这两三年。嗯，谢谢，恭喜我们以上五位中奖的，也是我们的幸运的我们的粉丝。对，前面露露紫的那个很有意思，因为你的那套紫色的那个，是的，对对对。衣服也很好看，造型很好，然后大家说啊，真的有关注，谢谢哥哥，真的真的很棒。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接下来应该是我们接下来肯定是还要给大家送出我们的奖品，好哦，福利对吧？当然了，九月呢，露色行程非常满，现在是十月，行程也是一样非常的满。那我相信在十一月的时候，一定会更满。收获的更多，因为今天是10月20号嘛，10月20号其实大家都知道，再过十几天，对，就是赵露思同学的生日，然后所以说今天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刻，11月9号生日的赵露思，现在还有19天，对吧？然后呢，想说的就是说是其实，感觉像获奖了呢。未来我和你说，未来可期，各种奖拿到手软，这是我送你的一个祝福，然后同时也是在这边希望露丝可以未来越走越好。而且你看这部你看见了吗？啊，开个玩笑，你看后援会今天不是发了吗，说赵露思即将参加第一档国内的最大的综艺，而且是国民级的综艺，啊，你们发，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快乐大本营，对吧？然后，所以未来路肯定越走越好。然后呢，既然今天呢是大家有一个提前陪你一起过生日的这么一个小环节，哎，还挺感动的。有没有一个就是对未来的一个小小的规划，或者一个小目标，或者想说的？其实我自对自己一直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呢，今年可能是我22岁以来最多人记得的一个生日吧。然后其实挺感谢的，对。然后那个之后呢，还是好好拍戏，好好工作，对。然后就是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长大吧。和你们一起，大家一定会陪伴着露丝。今年你可能会觉得是大家关注你最多的一年，可能等到10年后你回头再看，会发现一路陪伴你走来的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然后今天呢，我们的历史品牌其实也为露丝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为露丝庆生。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历史品牌的嘉宾，让我们欢迎力士洗护发大中华区主理人沙燕妮女士，让我们欢迎王姐，欢迎，又见面了。来，老板先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力士品牌的燕妮。老板今天既然准备了祝福来的，对，对不对？对，不仅有祝福，肯定还有当然礼物，大礼，大礼哦。当然，先说说祝福吧。对，祝福就是刚才这个大家也讲了，11月9号马上就是露丝的生日了，所以也很高兴我们今天能有一个机会跟露丝见面，然后也希望提前祝露丝生日快乐，谢谢。然后对刚才这个祝福的话，我们讲很多了，所以我们就再讲一句，就是我们希望跟露丝一起长大。谢谢。好，谢
谢谢谢，记住你了，记住他了哈，记住了记住了。好，我们第一个生日礼物我们就送上，我们给露丝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小小版的露丝本人，哇，谢，好看哎，厚厚的头发。一会儿我们那个结束了以后，大家一起分享蛋糕吧，好不好？好，谢谢老板。我们第一份礼物，比较官方一个蛋糕。接下来第一份，所以还有第二份礼物，哇！第二份礼物，我们就拿上来吧。好可爱，看到最近露丝非常喜欢这个新黛露，非常喜欢紫色，所以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新黛露，谢谢我们一起看向前方合张影，好谢谢，希望能够在幸福陪伴露丝。而且露丝，我和你说，老板真的非常有心，就是说是，因为非常多粉丝，大家都说啊，露丝很喜欢这个，那么老板觉得我必须要宠我的女儿啊，对，所以他喜欢就给他买过来，对，啊，才会有了这样的今天一个礼物，对吧？还不止这样，还有，对，我们还有我们今天的第三份大礼哦，康康，第三份是什么？对，在这里，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份这个产品的礼盒，哇，当然这个产品这个我们露丝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产品了，我们也不多做介绍了，所以希望我们整个这个定时洗护发的产品能伴随着露丝这个头发越来越好，视野越来越好，谢谢姐姐，还不止这样，那我先代劳先拿一下，哇，今天呢我们还这个为露丝准备了一份大礼，对，就像我们之前那个六月份的活动一样，当时我们说露丝去哪里，我们就陪伴到哪里，所以当时我们应援了露丝当时的那个剧组的所有洗发水，所以我们继续实现这个承诺，露丝到哪里，律师到哪里，所以律师爸爸太好了。替剧组的工作人员们，就感谢律师，谢谢姐姐。谢谢你啊，辈儿不太对。好，行，那我们拿着这个合张影。好嘞，谢谢，非常谢谢老板。也是新大陆好可怜。也是接下来会在丽舍陪伴下，让露丝投入露丝的接下来的剧组，希望每一位工作人员大家都可以用上我们的丽舍的洗护发的产品，和露丝一样闪耀秀发。谢谢老板，谢谢。好的，没问题。老板，先坐坐休息，谢谢。辛苦。他不舍得给你，他就要抱着了，他肯定不会舍得给你的。对，所以来，露丝，我们中间请。好。那所以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玩的还算开心吗？很开心，因为一般这个点其实我已经睡了。对。哎呦，那么不相信我呢？我是真的很早睡的，最近，因为最近就是起得比较早，所以我还是睡的，就基本上是很早啦。你们老偷窥我，对，但是偶尔醒一下，就翻一下微博，对，翻一下。对，非常谢谢露丝能够今天真的是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立式的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现场。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来到现场粉丝，感谢我们所有在线上收看我们的粉丝，也要感谢我们的品牌爸爸，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感谢露丝团队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也要谢谢我们的安保团队，因为有你们的每一个人才能有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我们的直播的能够顺利的完成的进行下来。然后我们的活动真的是要接近尾声了，然后相信露丝既然是今天这么开心，不如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好不好？好呀。这边有一个说露丝秀发 pose 五连拍，秀发 pose 其实就是任何 pose，你开心就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的镜头会给你单人特写，那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尽情截图做壁纸的时间，有请。看这里的机位，那边，对。
进了你们的壁纸吧，锁屏也有新的了。那也是和露丝一起长大，就很酷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好，我们抽三波奖品嘛，对不对？我们的直播间的点赞量早就破100万了，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刷出层层水润。哎，刷的是什么来？算了，我们这样刷吧，我们就刷露丝1109生日快乐，好不好？行，好吧，刷这个吧，刷这个。露丝1109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会抽送给大家的是我们的历史大白瓶洗发水一瓶，还有我们黄金波波秀发凝一瓶，以及露丝亲笔签名明信片，一共抽三位。然后我们这三位前面我说三个奖品都会有露丝1109生日快乐。 OK， 这也是大家一直在努力，大家在微博刷这个 tag 的，然后建楼，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把这个给赶紧刷起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拿着手机在准备就绪了，然后也是现场还有我们的粉丝也不会忘记，因为所以露丝也可以给三位，现场三位说三个数字，他们也可以拿到前面我们说的大白瓶加黄金凝露加亲笔签名明信片三个数字。那数字啊，哎呀，别让我看。哎，其实有什么喜欢的数字？十八。十三十五。好，恭喜13号、15号、18号三位，恭喜你们，恭喜。那其他没有获得的呢，大家千万不要气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追星最好的最棒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之间相互传递好的正能量，然后大家相互陪伴，这个才是最好的。相信大家会一直追随露丝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初心，对吧？那我们接下来露丝要321喊停喽，来，请停。截到了吗 ？OK， 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姐姐手速还是很快的，好，谢谢。三楼，那我们就前三楼好吗，露丝？好哦。OK， 从上往下，前三楼，哎呦，这位很厉害啊，阿美小笨蛋，第一楼和第三楼都是他的。哦，对哦。所以我们是延后下一位。好，阿美小笨蛋。那远方的家和还有岁月像杯煮酒。OK，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他。啊，对对对，这一位。对，这个叫 JD 杠 Pink Boy 100。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公平公正的。OK， 好，恭喜我们以上三位，谢谢，也非常感谢，露丝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到今天这个直播间，陪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也非常难忘的夜晚，辛苦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历史好物，喜欢历史大白瓶，喜欢我们的历史黄金波波护发凝露，喜欢露丝，然后喜欢露丝未来的每一部作品，相信露丝未来肯定会未来可期，越走越好，谢谢。然后好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直播就要真的是接近尾声了。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们不舍得说再见，那我们就说期待下一次再相见，祝大家晚安。